啊啊，他在哪里？在后面。妹妹，不可以这样啊！你拿不可以这样。来，医生，然后进来。告诉你三项权利后，第一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无需会被自己意识的卫生入；第二，得选辩护人，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原住民或其他一方得请求法律辅助者得请求之；第三，得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。给他上课吧。辛苦了，波利斯大人。哎，不是，就是你可以帮我分一下吗？分一下说大概几捆？就是我拍个照。我当然是会带啊，我已经都要上课了。